大家好，现在来介绍来自美国 FK Iron 的磁悬浮 Hover 电源供应器，它号称一个是不用接触，透过感应的手势操作就可以去操纵它的个别的功能。插入连接头之后，它就会进入开机的阶段。那它开机的这状态这个模式中，左右两边会有调整电压的感应器，手大概5公分的距离就可以调整电压的高低。调整完电压的高低的时候呢，让我们手掌直接接触在中间的这部分，哔一声它就是启动的状态，然后我们再接触一次，哔一声它就会是停止的状态。同时接触1秒左右，它会进入解锁跟设定。3种模式可调整，第一个模式它是左边可以做连接机器跟踏板，那另外一个模式右边是也可以做机器跟踏板的连接，两者都可以连接机器，甚至踏板跟机器的连接部分可以做交换。到下一个模式的部分，可免踏板，也可以直接都不需要踏板的调整，机器的输出连接不用踏板。当我们设定好你喜好的个别的模式之后，它有个别的记忆功能，而且不需要碰触它，你就可以直接做记忆功能的调整。比如说向左滑，它有5个记忆模式，可选择你调整好记忆好的电压。往右滑的话，它一样是针对记忆的调整去做选择。当你选择好之后，透过手掌去感应它，它就会做启动。当你调整好你的电压之后，在每个记忆功能都可以记忆到你原先调整好的电压。当你记忆好你的电压的模式内，你可以透过滑动的方式选择你已记忆好的电压。当你选择好之后，可以用手掌的方式感应，哔一声启动它，然后再透过感应一次，哔一声就可以暂停了。那另外它还有一个锁定跟解锁功能，这个就是防止说你在工作的中间容易碰触到它。那我们就是透过两边的感应接触1秒左右就可以了，然后你透过左滑跟右滑即可解锁或开锁。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个强力磁吸，可以吸附在你的工作车上的个别的角度，让你更方便的使用。这次就目前介绍到这边，这是美国 FK Iron 出品磁悬浮 Hover 感应式电源供应器，不需要碰触及卫生又高科技的产品。